不多，起来一下，下去。等会儿，坐下，准备给狗子换一个舒服一点的毯子。图图，把床单拿到阳台上去吧，给狗子们铺上这个毛绒的毯子。图图，你再去拿一个枕头过来，给我捡起来。好，去把妹妹也叫进来，都上来睡觉。中央气象台预计，从明天开始，新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将来袭，这也将是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。干嘛？你想出去啊？哎呦，他推我了！你怎么还推我？你这家伙！哎，狗子嘞？他竟然把绳子拿下来了。哎，你是一定要出门吗？你是一定要出门吗？把绳子捡好。哎，我是服了你了。嗯，好好好，你站在门口去，去，站。好，你不用暗示了，我知道你意思。你趴下，冷静一下，趴下，冷静。嗯，别给我蹲屁股，那屁股咚的。没，你看一下两个哥哥是怎么拿钱买零食吃的哈。图图，你去把自己零花钱拿过来，快点。哎呦，谢谢。图图吃，哎呀。杰瑞，你也想吃啊？那你去拿钱过来买。没，你学着点哥哥哈。你看，你转圈是没用的。掉了。哎，你看，哎，给我，我放在这里好吧？等一下你要拿过来给妈妈，拿过来。给我，这不就对了吗？哎，妹妹好聪明呢，吃吧。啊，土哥你又吃完了，怎么老是这么快？还要吃啊？哼，你还要吃啊？怎么那么好吃啊？啊，好了，给你吃。啊，好想吃哦，这个鸭屎卷真的太香了。